银行呢要大变天了啊！手里有存款的朋友啊，赶紧做好这三件事，一定要把我们的手里的钱啊给重新规划一下。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我表姐呢就在银行里面工作了多年啊，她是那个理财经理，她就跟我说呢，她现在的工作实在是没法干了，难度太大了。具体的有关就是那些内部的消息，我今天是不方便给大家讲的。他呢就是让我呢赶紧按照他给我的一个三个规划来做，我现在呢都已经安排妥当了。按照我表姐所说的啊，把钱给重新规划好了。刚开始呢我还是不理解表姐的一个话的，我觉得呢银行的工作呢是令很多人都非常羡慕的，我们老百姓都非常羡慕啊，像工资高，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啊，待遇也非常好，各项福利呢也是特别的全啊，怎么现在连他都不想干了，干不下去了呢？他说呢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很多小型的一个银行呢更不如以前了啊，因为吸收不到新的一个储户，包括老客户现在流失的也非常多啊。再就是现在没有贷款的一个银行的钱呢根本就是放不出去了，根本没有任何利润可言，只能把那个利息呢是一降再降。还有就是房地产不景气嘛，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几年导致银行呢有太多的一个抵押的房子了，资金压在那里是一动不动，当然了就会影响整个周转了啊，因为很多的因素呢就导致呢银行现在是越来越不景气了，压力非常的大，跟前几年的一个工资待遇包括福利待遇呢都相差了很多啊，现在的效益呢跟以前也是没有法比了，他真的是就是感觉呢是干不下去了。他说呢要不是因为铁饭碗的原因他早就不干了啊。下面呢我就把我表姐告诉我的这三点建议呢分享给大家，尤其是最后一条是格外重要啊。那第一就是把以前买的那种理财产品到期之后呢赶紧取出来，不要再投在里面了，要尽早的赎回啊，因为以后的风险呢会越来越大。像这种理财产品呢本身就是有风险的，在我们买的时候呢相信也都是签过字，也都是签过资的，对不对？理财有风险，投资呀一定要谨慎啊。理财呢就是银行拿我们的钱，拿我们的本金呢去做投资，赚到钱呢可能会分给我们一小部分，他们呢留下一大部分，要是赔了呢没有人会帮助我们啊，我们只能就是从我们在银行里面存的那种本金里面扣，银行呢是绝对不会为我们这种储户分担的。以前呢可以拿一部分钱出去理财，现在呢是绝对不可以了啊，以后的风险呢还会加大，最好是呢不要再买任何的一个理财产品了。那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手里面存的那种小额的活期的定期的都全部累积在一起啊，存上那种大额的存上那种大额的一个存单，大额存单的一个利息呢相比较来说是要高一些的，以前存到小额的一个利息现在真的是可以少的可怜来形容啊，集中在一起呢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呢还是大额存单呢有这个优势更保险啊。那第三个建议就是存那个大额存单一定不要存到那个中小银行里面去啊，如果说存了那赶紧就取出来，不要再继续存在那里了，要挑选那个大的有保障的那种国有银行啊，虽然说利息呢没有那种小银行高，但是呢它非常的靠谱，非常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再就是呢在银行里面存钱啊，就是在同一个银行里面存钱，千万呢不要超过50万，因为呢现在就连银行呢也有倒闭的一个风险，一旦出现这种状况呢只能是包赔50万了啊，就是50万以内的是包赔的，其余的部分呢真的就是没有了。好了，那以上这三个建议呢大家不知道大家都记住没有啊，如果说记不住的话也可以点赞收藏起来，把这个视频给收藏起来，让我们好好的每个人呢都能把握好自己口袋里面的一个钱。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更好的建议，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分享。